大家好，我是宝琪之港，欢迎来到全网最低脑力投入、轻松愉快、甜蜜丝滑、快速转码 Python 频道。哈哈，友情提示，所有的演示代码都是可以免费下载的，各位看官请伸出您发财的手指，点击下载链接并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点赞转发评论。那都说学海无涯苦作舟，随着我们学习的深入，我们学习的难度啊也正变得越来越大，感觉这个苦味也越来越重了。那针对这样的情况，我特别就研究出了这一套甜过初恋的风格，希望呢能帮助大家将这学习的苦海转化为甜蜜的波涛。那我也照例特别请来了咱家倾国倾城的四大美女，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度过这段甜蜜美好的学习时光。如果你们想要认识这几位妹妹，欢迎你们在评论区里面留言，把你们想对他们说的话都表达出来，我都会一一的转达并回复她的口信给您的。今天我们将继续展开11章的学习。那上一期我们通过实操来进一步掌握了 unit test 这个代码的测试工具，今天呢我们来学习如何添加新的测试 adding new tests。 Well, before we get to spider, please, please, please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and click the bell icon on to get new video updatesThank you. 那接着我们上一节用到的代码，我们再来编写一个测试。这个测试的文件名为 name function with middle name as an option。然后这个函数是为那个 get formatted name with middle name。这个文件同样的是跟我们的主工作文件是存储在一个文件夹里面的。在这里呢，我们把中间名这个形参作为可选项，然后通过 if else 结构让函数它既能够满足有中间名的情况，同时呢也能满足没有中间名的情况，最后我们返回首字母大写的名字的形式。好，让我们回到主程序里面。主程序里面我们的第一句就是 from name function with middle name as an option importget formatted name with middle name, 对吧？然后呢我们创建一个 names test case 的类。啊，跟前面不同的是这个类有两个方法。请大家看这个代码啊，这个是有两个方法的。那么我们将这个新的方法就命名为 test first last name, 哦就是对不起 ,test first last middle name。请记住啊，这个我们在这个方法里面它的方法名都必须是以 test 为打头的，这样呢它才会在我们的运行程序里面去自动的运行。这个方法名呢它就清楚的指出了它测试的是 get formatted name with middle name 里面的哪一种行为，这样呢如果当测试它没有通过的时候，我们就会马上知道这个受影响的是哪一种类型的姓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 test case 的类里面，它你使用很长的方法名是可以的，这个名字呢你想取多长都可以，但请注意啊，这些方法的名称它最好呢它必须呢是描述性的，这样的话才能够让你明白你测试它没有通过时候的输出是什么意思。其次呢，你完全不用编写调用他们的代码，这些方法都是由 Python 它自动调用的。那为了测试那个函数 get formatted name with middle name， 我们就使用名、姓和中间名来调用它。我们再使用这个 assert equal 来检查返回的姓名是否跟我们预期的一致，就是名、中间名和姓。那么我们再一次来运行这个程式，大家看这个输出结果，哇，对吧 ？Run two tests, OK， 说明什么？说明两个，这里还有两个句号，说明这两个测试都通过了啊！小小的恭喜一下自己。那截止目前，我们就分别学习了叫做啊，什么是成功的测试啊，失败的测试，它们分别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学习了如何优化调整测试，以及如何去添加新的测试。
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两个拓展小练习，把我们学习到的招式联合起来，做成一个组合拳来输出。第一个练习呢是这样的，我们来编写一个函数，它接受两个行参，一个城市名和一个国家的名字。这个函数它返回一个格式，就是 city country 这么一个字符串，比如说像 San Diego Chile， 那将这个函数存储在一个名为叫做 city function 的模块里面。那我们再创建一个名为叫做 test cities 的程序，其实就在我们的主程序里面做就好了。那对刚刚编写的函数来进行一个测试，那别忘了我们就都需要导入那个模块 unit test 以及要测试的这个函数。那编写一个名为 test city country 的一个方法，何时使用类似于就是 San Diego 和 Chile 这样的值来调用我们之前说的函数，得到的字符串是正确的，它应该也是正确的啊。然后我们就运行这个test cities， 那确认我们这个 test city country 它确实是通过了这个测试。好了，根据这样的指示啊，我想各位小伙伴们已经把程序都设计出来了，那请各位大佬来看看我的代码如何。我是这么来解题的，首先呢我就做了一个 city functions 啊，按照那个题目的要求我就先做了这么一个 city functions， 代码是这样的，它的目标就是通过 city country 这两个行参，然后返回一个首字母大写含城市和国家的一个标准的字符串的输出格式。同样的，这一个文件，这一个 python 文件，它也是跟我的主程序的这个文件是存在同一个文件夹里面的。那么我们就回到我们这个 chapter 11这个工作的主程序，在这里呢我就要导入这个测试函数，并且呢创建一个就是 cities test case 的类，这个类用于包含一系列针对就是 city country 的单元测试，这个类它也必须继承 unitest.test case 的类，这样 Python 才知道如何去运行这个测试。那请往下看，在这个 test city country 里，首先我们要使用实参 San Diego 和 Chile 来调用 city country， 并存储要测试的返回值，然后我们调用 unit test 的一个断言方法 assert equal， 并向它传递San Diego Chile 这个变量和字符串 San Diego Chile， 然后我们再来运行看看这个结果啊，测试就怎么样通过了是吧。好，我们来看下一道练习题啊，我们就要抓紧时间。那这个题目呢是这样的，也是要求我们修改前面的函数，是这个函数包含第三个必不可少的行参，其实也是一个可选行参，就 population，然后返回一个格式为 city country 破折号 population 哒哒哒哒的字符串，如 San Diego Chile 然后破折号 population 500万，然后来运行这个测试程序，确认测试的这个 test city country 它是没有通过的啊。然后他要求我们修改这个函数，将行参 population 设置为可选，再一次运行这个 test cities， 确认它通过了，再来编写一个 test city country population 的测试，何时可以使用类似这样的这个 San Diego Chile 和 population 等于500万这样的值来调用这个函数。好，其实这边我就把第一步省了，我就直接编一个可以通过测试的啊，我就直接编可以通过测试的。首先呢，就让我先回到测试函数这个 city function 里面，我来做一个小的修改，就是在这里把 population 这个可选行参我放在最后，并且把它设置的默认值为空字符串。这样的话，我们输入的信息，它不管是有这个第三个可选行参还是没有，那测试的程序它都能够正常运行。然后呢，在方法里面我们就增加一个条件测试，也就是说当这个 population 行参它存在且默认值不是空字符串的时候，那这个输出的字符串 output string 它就应该是把那个破折号 population 和数字的信息也都添加进来，然后呢这个函数还再返回这个就是具有城市国家人口的这么一个返回值，那这就是我的一个修改。好，
测试的函数的修改就这么结束了。我们进入到 Chapter 11这个主的工作文件。那大家看这个代码啊，我就是增加了一个 test city country population 的一个方法。它允许我向可选形参 population 来传递一个值，并通过 assert equal 这个断言方法，并向它传递这个 San Diego Chili 这个变量和 San Diego Chili population 500万这个字符串。最后我再来运行这个程序。大家看这个结果啊，发现了玄机了吗？是不是很棒？就一次完成了两个测试，效率是大大的提高了，真的是美滋滋啊。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学习的内容。在结束本期节目之前呢，请允许我友情的提醒大家，这里是全网最低脑力投入、轻松愉快、甜蜜波涛快速转码 Python 频道，我是宝鸡之港。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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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and click the bell icon on to get new video updates。那学到这里呢，我们算是对测试代码有个初步的认识和掌握了。小伙伴们是不是感觉自己离年薪百万程序员的 offer 又更近了一步呢？想想真是美滋滋呢。我也希望我这样的分享能够帮助社区小伙伴们能够更快更轻松地掌握 Python 这门程序语言，鼓励我们一起多一些坚持，少一些沮丧。如果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那我觉得我花在这个视频上的时间就很值得了，我这平凡卑微的人生也因此多增加了一点意义。好了，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请那在留言区里面留言。如果你有任何想对四分贝说的话，也请在留言区里面一表你的芳心，您的心情我都会一一带到，并且把他们的口气再返回给您的。当然呢，也请您伸出您发财的手指，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点赞转发评论，谢了林妹。好了，小伙伴们，今天我们的学习呢就先到这里。正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转马路上一起走。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怀疑、质疑、批评、建议、肯定、鼓励，你的个人研究成果、代码成果都欢迎你在评论区里面发表出来，让我们共同进步，持续的向前。那我们就下期节目见啦，祝各位转马顺利，马上起飞，马上发财，马上挣钱，拜了个拜了。